复是你深深的叹息。无论隔着多少距离，我依然在想着你。你那温柔的气息，是我心中执着的勇气。我们活在生死的间隙，我只怕爱已来不及。我的心只会为你呼吸，我爱你爱到忘了自己，天旋地转全都是你。任那熊熊烈火燃烧我的心，来生也要和你在一起。我爱你爱到忘了自己，天旋地转全都是你。任那熊熊烈火燃烧我的心，来生也要和你在一起。有什么事吗？啊，老常，你说吧。哎，老夫人，袁姑娘昨晚去过鬼屋了。她进去了？没有，我看她一直在观察那大铁锁，就吹了声口哨，何叔及时赶到了。老常，走吧。哎，老夫人，去。天塌不下来，不然再也不能让袁姑娘这样东查西访的了。大老爷的事，万一要让她知道了，就无法收场啊。我也常在想，袁九爷为什么把女儿留在了张家，会不会有什么图谋？据我所知，袁九爷不是个贪财的人。虽不贪财，可帮会一直觊觎张家的船运和码头。其实我对这次锦臣在天津犯的事也有怀疑，要是不被人利用，他是不会沾惹帮会的。
那现在我们怎么办？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想，其他的事可以慢慢查。把袁姑娘先送回去，视为首要。这袁姑娘的性格，有点像您年轻的时候，她吃软不吃硬啊。我想，咱们先退一步。您当众宣布，大老爷的死跟袁姑娘没关系，当众还她一个清白，然后我们再想办法把她送回家去。把这三天药吃了再来看，回去多注意休息，不要着凉。哎，谢谢。你放心，没有大碍。哎，好，好。外公。哎呦，心仪来了，来看外公了。是啊，想外公了吗？外公还好吗？好。哎，舅舅没在啊？哦。谁说我没在啊？看来了，舅舅。心仪啊，我给你外公买早点去了，你再晚来一会儿啊，哎，我就上班去了。哎，舅舅，我来吧。哎，啊，来来来，走走走走走。有件事要说，锦臣的早逝，我比谁都伤心。但他确实是因为心脏病突发而死。以后在家里，谁也不准说三道四，胡乱抱怨人。阿超，在。听说你最近话很多，给我闭上你的嘴。是，都下去吧。妈，那我们走了啊。老夫人，您讲的简明扼要，威而不露，咱们走吧。爸，心仪啊，我上班去了啊。哎，舅舅，嗯，前两天你们是不是抓了一些学生？干嘛？你问这些事干什么？哦，那里面有一些我的同学，他们只是想参加抗日活动嘛，能有什么罪呢？啊，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可这是上面的命令，我怎么办？哎，舅舅，那到底是谁告诉你们他们开会的时间和地点的？啊，心仪啊，如今这世道混乱，你这个女孩子家还是少管这些闲事啊。就是嘛，你看你外公都这么说吧。哼，要说啊，心仪那些同学还都是孩子嘛，哎，搞搞抗日运动有什么错啊？哎，想想办法，早点把他们都给放了。爸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那是上峰的命令，我没办法。好了，别说了，都说了几百遍了。可心仪说的那个什么告密的，你倒是要好好查一查。嗯，我最见不得就是这种小人，我看你最好把他给抓起来。行，一定完成任务。袁姑娘，哦，二太太，
严姑娘，老太太终于还你个公道了。哦，哦，是的。严姑娘，我呀一直认为你是清白的，不像那些人，总是看不得你的美貌和学识，就怕你抢了他们的位置。哎呀，没事都要胡编乱造，别说有事儿了，哎呦，那就更往你身上泼脏水了。我反正已经习惯了，你看我平时啊都不大说话，说话有什么意思啊？跟这些人说话就更没意思了。都下去吧。是。何叔，收拾好了吗？大老爷大太太都可以回去住了。狡兔三窟，我不得不多想几步棋。席堂变化大吗？我都几十年没回去了。啊，还是老样子。那个开银店的老堂头还在，不过他已经不认识我了。奶奶，这究竟是为什么？去吧。啊，你们俩。怎么了，子清？有话慢慢说。你为什么宣布我爸是死于心脏病的？怎么了？我妈已经给我看从爸身上取下的毒针了。哦。那你妈是怎么说的？我妈说，爸的死很有可能跟帮会有关，但是现在不要打草惊蛇。你妈说的对，毒针是你何叔取出来的，可是什么人什么时候扎进去的，谁也没看见。你是知道的，我们家绝对没有这种东西。可他又是从哪儿来的呢？你爸死的前一天，袁姑娘刚进门。奶奶，这事绝不会是袁姑娘做的，她绝不会做这种事情。我也没说是袁姑娘做的，只是袁姑娘出身帮会之门，这种毒针是帮会人常用的东西。哎，听说那天帮会中的老铁来过。哦，老铁走的时候你爸还好好的，难道是你爸他自己？我爸也绝对不可能啊。就是嘛，府中上上下下对袁姑娘进门颇多微词，你爸这么一走，他们就把你爸的死和袁姑娘联系起来了。我刚才这么说，就是为了制止他们向袁姑娘泼脏水，才说你爸死于心脏病的。再则呢，也是不想打草惊蛇，暗中查找线索和证据。还是奶奶想得周到。子清啊，你的婚事是你爸给你做的主，如今他不在了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奶奶，其实你知道的，一直以来我就非常反感父母对我的事情大包大办，别的事也就算了，可这事儿是关系一辈子的。你跟奶奶说你在外面看上谁了？没有，奶奶，爸死得那么蹊跷，我哪有心思想这些呀？是啊，你跟袁姑娘又没成亲，你看是不是让袁姑娘先回娘家？一来呢是躲开是非之地，二来也免得耽误人家袁姑娘啊。可是袁姑娘没有做错半点事，也不能无缘无故的叫她走啊。你就跟袁姑娘说呀，虽然你们没有成亲，但她已经算是进了张家的门了。新媳妇进门三天要回娘家的呀。那以后怎么办？然后就交给奶奶来办呀。
轻啊，坐呀。画什么呢？这不是北院鬼屋吗？你怎么画这个？鬼屋？我不知道什么鬼屋啊。这个是我追一个黑衣人，追到这儿他就不见了。什么黑衣人？张府的人都知道，这是张府的鬼屋。按照张府的规矩，所有人都不能靠近这里。说是早年的时候，有一个下人在里面吊死了，冤魂不散。有人在那看见鬼影，还听见了动静。所以张府上上下下的人都不能靠近他。虽说我不信，可是没事我也不会去那儿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哦，对了，你今天来找我，有什么事吗？你知道我爸突然亡故，虽然奶奶说他死于心脏病，可是我觉得也很有是非，所以我是来让你回家的。什么？你让我回家？你不会也跟其他人一样，认为你爸爸的死跟我有关系吧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按照习俗来讲，这过门三天的媳妇儿，你得回娘家呀。就这一点上，可能你回家避避嫌比较好。避嫌？我为什么要避嫌啊？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我不仅不避嫌，我还要调查清楚你爸爸的死因呢。我怎么跟你说呢？何叔在我爸身上发现一根毒针。什么？毒针？这毒针都是帮会的常用之物。我知道，我相信这个毒针的事情肯定跟你无关，但我相信不等于张府的人都相信，所以我觉得你离开这些是是非非比较好。好，我答应你回家，但是你要送我回去。你先别着急，我是说你要送我回家。你也知道我爸这个人是要面子的，再说不管怎么样，三天回门，女婿应该同行。我也知道你有很多事情要去办，没关系，到家之后你回去就好了。好吧，那我走了。这是存了五年的雪水泡的老君庵。简臣呐，还住得惯吗？嗨，保住了命已经是上上大吉了。是啊，就是老待在屋里有点闷。嗯，晚上没人的时候可以到园子里走走嘛。哎，袁家那姑娘在这儿，我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。哎，你发什么牢骚？妈自有主意啊。袁姑娘明天就是过门三天以后回娘家了。哎，老夫人，她这次回娘家，我想就是把她的嫁妆给她送回去，让她知难而退，再也不要回张家了。我不想跟帮会搞得太僵，毕竟我们是生意人家，闹僵了对我们的生意总是不好。对对对，妈说的对。还是老夫人想得周到啊。不过袁九爷是个要面子的人，又极其疼爱女儿，兴许会顺坡下驴。事后咱们再备份厚礼，请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去说说情，事情也许就这么过去了。那就试试吧。哎，妈，您怎么说怎么是。
你还有心来看你这个爸呀？我和子清回来看您的。啊，是姑爷。嗯。爸。嗯，爸。我知道，静茹头一天进你们张家门，第二天，你爸就死了。你们还没来得及拜堂。啊，你爸的后事，办得怎么样了？多谢伯父关心，我爸爸他过几天就会出殡了。嗯，你回去告诉张老夫人，就说三天后我领静茹回张家，再去向他请安。啊，爸，子清在家里还有很多事情呢，就让他先回去吧。啊，也好，你回去吧。啊，伯父告辞了。来坐。怎么样？给爸好好讲讲，你在他家过得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什么委屈？我在张家挺好的，只是……怎么了？有什么尽管给爸说。爸，既然您这么问，我就当面问你一句：我公公的死到底跟帮会有没有关系啊？你说这事儿啊，我不是让袁妈已经跟你说了吗？你公公的死跟帮会绝无关系。可是他们在公公的身上发现了一枚毒针。毒针？爸，您真的不知道毒针的事？这毒针的事我哪知道啊？哎，你给我讲讲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具体是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，只是他们都说这毒针呢是帮会的常用之物。难道是他？他是谁呀？九爷，他们把小姐的嫁妆给退回来了。什么？他们把小姐的嫁妆给退回来了？走，看看去。是。运回去。九爷，贺叔特意要我趁着早上路上人少悄悄送来的。天下有这样的事儿吗？啊，九爷，贺叔说只要九爷一想就会明白，这样悄悄了结是为了袁姑娘好。什么贺叔说的？对我来说也是最好的。你看能悄悄的结吗？啊，我袁家的女儿嫁到张家去了，没犯任何错，却这么莫名其妙的给退回来了，这不是撕我的脸吗？啊，这不是明摆着吗？是你们张家想休了静茹吗？就算休的话，也得我袁某休你们张家。袁武，在。快100个弟兄跟着我上张家去，还有，叫老铁把全上海的记者都叫到和平饭店去，把张老夫人也叫出来，我要当着所有的人宣布，我袁家休了张家。还有，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张家的丑事，抖一抖。是，九爷。等等，袁虎。爸，用不着这样大动干戈，我回张家去。什么？你还要回张家去？爸，这一定不关子清的事情。我这次回来看你，是子清陪我回来的。再说，我跟张老夫人有约在先。我并没有违反任何一条，他们居然做出这样的举动来，肯定是有人居心叵测，所以我一定要回去。大小姐，我带人送你回去。不用，道理在我手里，我就不信他张家能赶我出门。哎，静茹，来。静茹，你回到张家跟张老夫人说，这很可能是毒针惹的祸，八成是天津卫的人怕张锦臣没死才下的毒手。
这事儿跟咱袁家的兄弟绝对没有任何关系。我知道了，爸，那嫁妆就先放在这儿了。袁妈，收拾东西，我们走。哎，小姐，你把这响炮带上，万一有事你就放响，我们就在张家附近。不用了，自己留着吧。哎，小姐，给我吧。哎。白走了那么多路，上海工作又不好找，要么你还是找张少爷，让他帮帮你找活干。凭什么要找人家张少爷啊？大不了就当来上海转一圈，不行我再回西塘去算了。那干嘛呀？鸭大肥大，鸭小肥小，象棋残局，来啊来啊！是，你那边杀猪的，我去赚点外快。你喜欢就去玩吧，我去那边转转啊。你去吧，啊。这棋怎么下啊？这下棋啊是最公平的啊，绝对没有骗局。只要你赢了，我赔你钱，压得多你就赢得多。啊！哎呀，那我走红的呢，还是走黑的呢？这你可以自己选。那你走红的还是走黑的？我要你选。我走黑的吧。啊，那一定是黑的好走了。那我要黑的。行。哎，你要下多少啊？哎，得说好了，我要是赢了，你赔我；那我要是输了，我就给你钱好了。但是咱们俩要和棋怎么办？因为我是坐庄，和棋你算我赢啊，是不是？你赢啊？哎，对对对对。嗯。来来，压压吧。哎呀，就剩一块大洋了，太多了，我去把它换开。哎，不多，真的不用换，压的多赔的多。来，放下，哎，不行，你也得压呀。哎呀，你还挺精明啊。当然了，你也得压上。行。我已经放下了，你也放下吧。好，都得压，是吧？来，下吧。将。嗯。我赢了。回来了，开门。哦，袁小姐，袁小姐，请留步。是何叔啊？是您把我的嫁妆送回去的吗？袁姑娘高抬我了，我做不了这种。人贵有自知之明，那你现在怎么又守在这儿啊？是知道我要回来了吗？就算是吧。那好，袁妈，我们走。袁姑娘，不要为难我。
只怕是我真的要走，你也会让我留下。看见了吗？顾探长在那巡街呢，只要我告诉他，在老爷的身上发现了一根毒针。云妈进来。何叔，何叔，刘老爷让我告诉你说，要在和平饭店召开记者招待会，还说要休了张家。怕什么？不就是个记者招待会吗？哼，谁家更丢脸，说不定。老夫人，什么事把你急成这样？老夫人，袁姑娘回来了。我早料到她会这样。老夫人，袁姑娘知道毒针的事了。他怎么会知道的？会不会子清少爷？哎呀，这个子清也真是的。我想，可能袁姑娘知道了毒针的来龙去脉。哦，要真是这样，就先稳住他，多留点神。我不想让这个事闹得满城风雨。是老夫人。锦麟在公司干得怎么样？啊，我去过几次了，二老爷干得挺卖力气的，挺不错的。等这里的事了了，我想让子清早日接手公司的事。那二老爷那儿呢？我会安排妥当的。是老夫人。张少爷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啊，出什么事了？阿生被抓了。阿生出什么事了？我想请你把他绑出来。你得告诉我，阿生究竟出了什么事，我才能看能不能把他绑出来。哦，是这样，阿生跟棋摊上几个小混混打起来了，结果警察来了，就把他给抓了。就这事儿啊？哦，好，你回去等我消息。这样吧，我送你回去，然后我就去警察局保出阿生，你就放心吧。啊，谢谢张少爷。老马，开车。是，少爷。何叔是张府的什么人呢？连你都敢来？哎呦，见鬼了！成天耷拉着脸，好像欠他多还他少似的。行了，袁妈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还有那张少爷，也不知道成天在外面忙些什么，还跟人打架。早知道这样，就把他叫回来，省得小姐你受这个嫌弃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去找一下老夫人。探长，你看这。好，走吧。好。嗯。哟，张少爷，稀客稀客，去忙你的吧。哎，请。哎呀，怎么，张少爷不认识我了？贵人多忘事啊，咱们见过面的，请坐。
最近家中还真是事多，忙晕头了，还请顾探长多多见谅。哈哈，是吗？啊，哎，张少爷，你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，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，说话。哼，还真让您说中了，今天呢，就是来请探长帮忙的。嗨，好说好说，这个只要不让我犯法，什么忙我都能帮。哎，这叫不看僧面看佛面呐。我父亲跟你们张家可是世交啊，我就是看他的面子也得照顾你呀。我有个表弟，他天生好赌，这家里啊都被他赌光了，听说又赌到街上去了，今天啊好像被抓到你们警察局来了。是吗？叫什么名字啊？周阿生。哦，这个小刺老。哦，他是你表弟啊？哎呦，他可是警察局的常客了啊。他是你表弟，你从手指缝里露出这么点芝麻来，就够他吃够他喝的了。他有必要到象棋摊上去捣乱吗？啊？不瞒您说啊，探长，这钱呢是给了好多回，可是救穷只能救一时，哪能救一世啊？赌是没有底的。说的也是。那这样吧，啊，你写张保单把他领回去。本来嘛，这种小事关一两天就把他放了，把这种人全抓起来，那十个提篮桥都不够啊！啊，你说呢？啊，啊啊！来人呐，探长。啊，把周阿生领出来，交给张少爷带回去。是。啊，好。走。哎，嗨，阿生。我说你还嗨什么嗨呀？你还想进警察局啊？好好的跟你表哥回去。做点正当生意啊，别再给我和你表哥添麻烦了。啊，张少爷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了没了，已经够麻烦您了，今天就先谢谢了，改天再登门拜访你和顾老先生。好说好说，走了。不送了啊。看什么看，还想在这儿待着，走吧。姐姐，姐姐在干嘛呢？姐姐，哎呦，姐姐，弟妹来了。哎呀，折纸钱啊，折那么多了。阿太太好。哎呦，小凤啊，长得越来越漂亮了。谢谢阿太太。小凤，去给二太太倒茶去。谢谢啊，弟妹啊，坐吧。哦，好，坐。姐姐啊，你知道吗？那袁家小姐又回来了。听说了。哎呀，这袁家小姐呀，我看这相貌品行倒是挺不错的，要不是帮派出身啊，我们家子清跟她还挺相配的。我也不知道子清是怎么想的。哎，我看要是子清愿意的话，你跟老太太去说说，让他们早点成亲吧，省得一会儿送出去一会儿又迎进来，多麻烦呢。我们家子清的事你倒是比我这个做妈的还操心呢。哎呀，你看姐姐，我们张家不就这么一个孙子吗？怎么说我这个婶婶也是半个娘啊。我看啊，你们平时啊对子清太严厉了，训得这孩子一点刚性都没有了。你别说我们家子清，你们家景玲就有刚性啦。哎呦，她我都不想说了，让老太太训得都不像个男人了。你说什么呀？哎呀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二弟呀？姐姐呀，你真不知道，有些话呀我还真没地方说。我嫁到这张家十八年了，别人都以为我是张家二奶奶挺风光的，可人家怎么知道我心里苦啊？这十八年来我有一半时间在守活寡。弟妹你……哎呀，你说这样能怀上孩子吗？哎，一开始啊我还以为我自己有病呢，我就去找顾医生看了，可人家医生说呀我没病，要锦麟去看医生，可他死活不肯去。就这事儿啊，老太太也不着急。我想啊，老太太她肯定想了，哎呦，两房合一子也不错，就这么一拖再拖的，就拖到现在了。你真不知道没孩子的感觉啊，家里空牢牢的。锦麟一去上班，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弟妹，
你也别难过了，自己的身子要紧，要不你再劝劝二弟，让他去看看医生，说不定啊就能怀上孩子了。哎呦，都一把年纪了，怀什么怀？二太太，请用茶。哎呦，别放这儿，会弄湿的。嗯，这茶可真香啊。嗯，老夫人，袁姑娘回来了，家里可好？老夫人，恕我直言，我知道您跟张家的长辈都不希望我再踏进张家，但是我并没有违反跟您的约定，所以回家之后我又堂堂正正地回来了。刚才进门的时候对何叔多有冒犯，还请何叔原谅。袁姑娘怕是误会了，让你离开张家是为你着想，你是聪明人，不会不懂我的意思吧？我当然明白，老夫人是希望让静茹远离这些是是非非，但是有些事情是躲不开的呀。张老爷死得蹊跷，身上又发现了毒针，现在张府上上下下都认为这件事情和我有关系，如果我不查清楚就这么一走了之的话，那些人更该认为我是做贼心虚了，到时候我就真的百口莫辩了。袁姑娘想得多了，清者自清嘛。虽然是清者自清，但我想事实会更令人信服。啊，对了，老夫人，我爸爸他让我转告您，说毒针之事，绝非袁府人所为。哦。我爸爸还说，这件事情可能是天津卫的人做的，他们是想试探一下张老爷是不是真的过世了。这件事儿，他自然会派人查清楚。那就有劳袁姑娘了。嗯，毒针之事没有查清之前，还望袁姑娘不要再跟别人提起。张家的事情够多的了。静茹明白。先去吧。袁姑娘确实有您当年的风范，但愿她能就此罢手。哼，我看未必。伴着冷冽的空气，仿佛是你深深的叹息，无论隔着多少距离，我依然在想着你。生也要和你在
是年。